还有消息说，美军福特号新航母也将会在今年11月下水。分析认为呢，未来美军福特号一旦配合无人机 X4GB， 将可能会彻底改变未来海空作战的模式。对此，您的观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在军事角度啊，武器装备的发展角度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个福特舰它一个电磁弹射器如果成功的话，它使得舰载机的这个起飞有更大的这个灵活性和机动性。但是无人驾驶机在作为舰载机来讲，它分几个阶段。首先它是会作为侦察机，作为信息战飞机来使用啊，然后它可以作为这个轰炸机来使用，是对陆地上的轰炸啊，固定的目标等等。最后它要作为这个空战飞机来使用。现在看来，这个美国这一款这个试验机还只能到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作为空战，它有这个人的智能，这个还看不到，所以它上了航空母舰以后，还要看它第一个训练的水平怎么样，最后看它如果对一些第三世界弱小国家在作战当中能不能起到一种这个侦察和轰炸的作用。至于要是和中国或者俄罗斯这样的有主力第四代战机去进行空中格斗，现在还看不到有这样的战斗力，可能是一个发展方向。